到家了。还有5分钟，要不然算了。上次你说送向日葵是因为你脸大，所以我特意选了一个小的。送你。这可以吧？嗯，脸很小了，谢谢啊。这是闹钟吗？时间到了。那你快回去吧。哦。你把手放开，我才能下车。啊，我松了呀，是你没松吗？我回家了。比较容易承担，耳边你的话在脑海打转，阅读理解很难。第七天更蓝，月色为谁好看？为何我后知后觉？色盘中凌乱，各种颜色相。
怎么了？谁啊？李医生，三床病人情况不太好，你快去看看。哦，好，来了。我不是故意，但实在太好笑。哎，那邵主任是他家长呢，还是他宠物？怎么走哪都捎上给他呀？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们俩约会，他带个邵雨涵。我去，不知道啊，你问他呗。我不敢。这么问显得我多小气。你本来也不大气。哎。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两个人在一块儿要坦诚相待，那你是不是不满意他今天行为？是。那你就发微信告诉他呀，发呀。怂了？发就发。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就决定邀请其他无关的人去？这我还是不敢。操！干嘛呀？发出去了？嘿，你发出去了，已经别发呀！我，撤回不了喽。完了。哎，节哀顺变吧，来吃个山楂压压惊。累不累？嗯，给我吧。女生生气有几大特征，第一，若无其事，但对你爱答不理，十有八九就生气。晚上想吃什么呀？嗯，你安排，我都可以。第二，鸦雀无声，女孩子一般生气就是不说话，装哑巴。女生生气的最高级别还有一种标志性的动作，就是她转过身用那背对着你的时候，问题就严重了，表明她拒绝跟你沟通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道歉了。女人这种动物一旦生气起来就毫无道理可言，你认错就对了。那个，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，就是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邀请邵主任？本身就是咱。
我能不能稍微眯一会儿啊？有点困。哦。这个傻瓜，每次一坐我车就睡觉，有这么放心我吗？也对，我是他的特警叔叔。自己在你车上就这么容易睡着，说明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特别有安全感。几点？10:30。做了4台手术，那怎么不叫醒我的呀？你不说好看电影的吗？我觉得这么看着你比看电影有意思。哎，一下午都没看手机。一直都没看。啊。别看了。那不行，那万一错过什么不是重要的信息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问一下，也没有什么责备啊什么。对不起啊。我不应该擅自做出，就让这么多人一起出去玩。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，我应该跟你商量的。这么说，我。你不生气吧？不生气。但是这次的确有一个特殊原因，邵主任必须一起去。为什么？一半因为你。我。邵雨涵是我姐的前男友。你看，你也不知道。我就知道他是谈过一段恋爱，但是，啊，我说他怎么不找对象？原来还想着邵主任。我听一千老师的那个意思呢，他们俩心里都有彼此，放不下也拿不起来，你说是不是挺可惜的？啊。那怎么着呀？过几天我跟邵主任休的是同几天的假，我打算把邵主任约出来，然后你把你姐骗出来。啊？那我姐，我得把我的皮扒了呀。怕什么呀？帮你缝上。谢谢。我再把小夏给叫上，然后这样人多一点，显得没那么尴尬，像是巧合。怎么样？啊，行吧。我也牺牲一回。你牺牲什么呀？你这么讨好我姐，是不是为了以后嫁回来不受欺负？你打算怎么欺负我？不是我欺负你，我姐欺负你，我能欺负你吗？那你姐欺负我，你不会帮我吗？啊，这是问题吗？回答我。回答我。想什么呢？给我。不好。哎，你是怎么说服柯小姐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呀？我跟她说，你非要嫁给我，要跟我求婚，她就答应了。你怎么这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？不要脸！我只对你不要脸。笑什么？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听说有人今天生日，生日快乐啦！别说我没意气啊，
悄悄告诉你，邢怼最近摆脱我，帮他收了一个价值好几千的大包货，估计是给你进贡的。你的浪漫旅行肯定有惊喜，注意查收。干嘛呀？你不会真要跟我求婚吧？